一本呀，是妈妈给我从巴黎带回来的限量版的，钥匙只有两把。如果钥匙丢了，只能到巴黎才能配，所以说这个笔记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笔记本。哇塞，好棒，你家真有钱。那还用说，也不看看我爹是干啥生意的。好羡慕你啊，有这么好的爹让你坑。那还用说，比我这个还安全。你拉倒吧，你很多学习就行了，报什么课外班？就给我报一个吧，我一直都想报一个舞蹈班的。你这么胖，学什么舞蹈？再说家里哪有钱，我得卖多少山蜡才能给你报？哎，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前十名，我就给你报。你报了，我就能考前十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现在就给你做阿姨打电话。喂，周杰。你那个学习班现在还报名吗？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观看劲爆视频。其实呢很简单哦，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底端的这个公众号，我们点击之后呢，输入微信公众号 TB4520 TB4520， 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这个经典奇趣视频，我们点击，我们进行关注，关注之后呢，选择进入公众号，进入公众号之后呢，点击公众号底端的这个劲爆视频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恭喜大家成功进入我们免费观看的页面，这里所有的小视频都很劲爆，而且是免费观看的哟。那想看的朋友们呢，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TB4520 TB4520， 我们每天都会更新，你一定要记住哟。